多洛米提，我们现在到三指山，今天是2019年10月28日，出来了，出来了，来看一下整个团员在这边的三指山，旅行一见新自己，幸福新世界，多洛米提之旅，山中小屋，台湾国旗飘扬在多洛米提，perfect，视野就是这么漂亮，云雾缥缈的多莫里提。2019年10月28日早上的10:30，